在录一个开箱视频。之前没这个也不要上传呀、啊，我要讲那个都干嘛？可以讲了，就之前梅西打折，然后我们两个就疯狂的给自己囤，给家人囤，不需要了也囤，然后为的就是要所有的，就是等一下给你们看。对对对对对，现在也可以看一下，现在可以看一下。请告诉我哪些是你花钱买的？花钱买的就只有这几样了。花钱买的是这些，这四样是花钱买的。然后这些然后这地上的一切都是这三个单里面送的。还有我的还没开哦。对，前一单还没有开。然后这里面你看，一二三四，四个八天的小黑瓶。四八三十二，你出去一个月，我跟你说，不用带任何东西，转翻。然后这边还有什么防晒呀、啊、香水啊，够你用一个月的，真的。还有这个杯子特别特别可爱，这个我们一会儿会说到的哟。有四个。好，然后呢？之前在兰蔻的官网上，帮我妈买了一个这个新出来的这个。Absolute 什么这个系列，就只买了这一瓶水，结果送了大包包呢，送了这一个大包包，跟维密那个大包包一样结实，可结实了，比蛇皮袋还结实。然后还有这个，我不知道是可能是这个是防晒日霜，防晒日霜。然后这个也是个抹脸的一水吧，这可能也是个水。跟你最爱，这个是我的最爱眼唇卸，它就这么一小瓶，完全就是旅行套装。这一大瓶洗面奶，这我觉得真的可以用个一个小一个月吧。对，像我这种不太洗脸的人，坎昆十五天行，可以可以。然后接下来是先给大家看一眼这一箱，这一箱满满的一箱全都是钱鱼的。然后我们等一下给大家拆。一的拆，来钱鱼开始吧，动手吧，开始我们的表演。首先呢，这个我在拆之前我根本不知道是什么，所以我跟你们是一样的心情。你们是谁呢？我也不知道。这个可能是杯子吧？是吗？这个长成这样的。对，你拆那个，我拆的都一样的。又是杯子。对。等等，有没有什么垃圾箱可以丢？垃圾箱。丢那个吗？拿这个。拿一个这个。你就往这边扔吧。好，可轻了，扔不到。这个是应该是买兰蔻吧？对，兰蔻送的杯子，因为我们买太多了，然后每一种颜色我们都买了一个。这个是白色，下面呢是这种应该是塑料的这种，但是不是塑料，就是对这种的，对这种声音的。但是我看了一下，说不能那个 dishwasher 不能 microwave，所以我也不知道能怎么用。可以，反正它至少是个牢牢的杯子。对 ，OK， 这是送的哟，我可不会花钱买这种杯子哟。然后一样的，这边又有一个杯子，然后这个是一个什么颜色？这是另外一个颜色，对，红色的。所以我们现在杯子一共有四个。杯子对，杯子放这。它摆起来了。这个呢应该是我花钱买的，这个应该是小黑瓶吧，这个是帮我妈买的，囤的一个小黑瓶。买的呢我就不拆了，反正你们都知道是什么。我比较好奇的是他送的这么、哦、又还有一个杯子，又有一个杯子。你先拆着，我就把杯子拆开。那我们一共有五个杯子。哦，是不是我舅妈买的那一套他也送的杯子？对、okay。现在这个包里呢是应该梅西送的19个，是19个小样，19个小样，我们一一来看一下到底是哪些小样哦。你妈这个狗不要吵。首先看一下这里面有两袋，有两袋袋东西。然后这个哇，这个包也特别结实，而且这个包发现非常好的特点是它下面还有一层。我跟你说这里面好在哪里，你打开这边可以放笔，哇，这边可以放笔。然后我觉得那些比如说硬的日霜，就是玻璃瓶的、啊、可以放在下面。对对对对对，而且下面可以放你的眼镜，
我不知道是不是能延放，眼镜会被压吧？对，就这个盒，对，这个设计我觉得特别好。我喜欢这个颜色，是淡粉色，对，是也是兰蔻的。好，现在我来拆这个第一个小样包了。因为它19样小样是他自己配的，所以我也不知道它里面到底有些什么。这个应该是个香水吧？不是，唇釉。我们来试一下，我们来这看香水肯定快一个小时。哦，它是油啊，很好吃的感觉，我来擦一点。很香很香哎，很香，甜甜的。这个非常适合我，首先这个我就放这儿。然后你要我摆一起吗？所有小样都摆一起，还是你的分开摆？可以都摆一起啊。好的，你就比较壮观。对。然后到时候你要什么就可以挑什么，就可以大一点。哎，挑人，不是叫人进来买了。走过路过不要错过，这个应该是一个香水。哎呦，香水小样是我特别特别特别喜欢的，因为每一次短途旅行你肯定就抓一把，哦、对，特别特别实用。啊，这不合着给我，还合着给我，我都放在一起。这个是一支 Make 的一支 Prime， 应该是妆前打底的一个妆前乳，这么小一管，我觉得用个4-5次应该是可以吧，3次，对，都是非常适合旅游妆的。这个是也是一个 Sun Balm 是什么呀？那个唇膏。是个唇膏，哎呦，不太会打开哟。要撕开呢。哦、嗯。我已经有一个撕开了的，你要试吗？可以啊。嗯，这已经撕开过了。这个，非常的香哎。就是一支非常简单的唇膏，非常的润哎。超级润，比刚才的那个油还要润哎！天哪。对。这个我会一直带着，我现在就拿出来了，反正也用过。我就拿出来了，非常的实用。然后还有这个是一个 autocorrect prime 吗？ eye contour cream 是不是眼部打底的？哦，对，是的，对，眼部打底的 contour cream 应该是。哦，大家看一下，是这样的，就是眼部打底的。哦，或者是眼部的一种 cream， 就可能是涂眼部的一种什么东西吧。我觉得应该是化妆用的。味道一般。牌子我是没有听说过啊，所以。味道一般。不是很香，有点汗臭味。啊，这个就是也是另外一个香水小样了，这个。对。CK 的，一个女士香水。这个来看一下，这个是什么？哦，他可能是梅西想要推销一些不太出名的一些小品牌的一些产品。这牌子挺有名的， Great 2017-18年时候火过一次。Cleanser 的好像什么玫瑰什么玩意儿面霜还挺火的。这真的像汗臭味，你闻一下。咦，牌子我也没有听说过。所以这个是什么东西啊？ Cleanser 是洗脸的那一小袋，应该可以一次性用。这个是facial pill， 对，面膜。哦，就涂抹的那种，还是它是涂抹的吗？还是说你是就拆开来是一片的那种？反正就是面膜吧，这个。诶，这摸起来像是片儿装的，那可能就打开了，它就是一片。诶，一会儿我们晚上可以试一下哦。这个面膜抱着烂脸的准备，因为很多牌子都很小。啊，这个应该是抗老一个菊灿啊，菊灿你的爱。对，这个是应该是没有爱了，就是买了要用的。天哪，这个地方涂的手上好痒啊，说错了。这个。啊，好，一袋已经拆完了，接下来看另外一袋。非常期待 ，hydrating， 哦，面膜。对，这是那个 Tony Moly 的，韩国的牌子吗？对，韩国的牌子的一个面膜，纸张面膜 ，facial sheet。对，然后，哦，这个是薰衣草香。啊，薰衣草。
这个是娇韵诗的吗？这个对，娇韵诗的紧致，这个眼部就涂眼部的眼霜的吧？对，什么防皱纹？对，这么一小支，我觉得可以当做试验一下，能给它两三天吧。我们有好多瓶儿，你可以用很久。然后，啊，这个 facial wash 估计又是一个洗面奶，这个牌子我也没有怎么听说过。哦，这个倩碧的一支是什么？一个 gel。啊 ，moisture 之类的 gel， 可能就是护肤品之类的吧，这样一小支。我觉得带出去旅游也非常方便，我没有在推销哦，放回没有哪个品牌 sponsor 我呀。哎，这个不错，这个是香水，看上去挺好看的，这种包装这种颜色。对，这牌子我也没听过啊，没听过。哇，这个香水真好看，粉红色的，这个不知道是什么的香水，这也是一个香水。Good girl 啊，这个是纪梵希的，刚刚那个是纪梵希的、哦。好女孩香水。我只要 bad girl 香水。哎，这一袋是哪来的？刚刚给你拿过去。哦，这个是个什么呀？洗。这个是那个身体，那个叫什么来着 ？Scrub 叫什么？浴盐、摩擦、去角质的那种。OK， 啊，这个是擦脸的吗？超级大一袋，特别的沉，超级有分量。我看这有多少？这是洗身体的吗？还是这有40克？对，就是你泡完澡的时候可以就搓掉灰的那种。对 ，OK， 我非常期待用一下这个看看。这个也是某一支香水小样。我吐槽一下这个名字，它叫 Happy Buddha， 就是那叫什么？活佛洗，就是佛，那叫什么？快乐的佛，大度什么？佛弥勒不对，佛开心的佛，对，开心的佛。这个也是另外一支香水小样。范思哲 ，OK。然后呢？刚才那些应该就只是一个小黑瓶的一个小样，这个是又是什么的小样？也是一个什么的小样？应该我也不知道谁送的，谁的小样谁也不知道。这个可能又是另外一些。这些都是男士香水。男士香水我也无所谓。嗯、哦，这个对，也是一个男士香水。OK， 男士香水。这是 Prada 呢？Prada 就是恶魔爱的那个。这个不知道是个什么 gift 什么，这我跟你说，这个吐槽一下，一定要吐槽一下，这是谁来着？雅顿，超级抠，连个就给个香水啊，连个喷的都不给，他让你这边打开来自己，让你打开来自己就涂一涂，你知道吗？就像小的时候杂志上给那种，其实这还挺好闻的，你试一下。嗯，我觉得挺好闻的，就说你不要这么抠的话，我可能还是会带出去的。但是这个就只能蹭一蹭就扔掉了。我也是没见过这么抠的。对，这些又是个什么东西的小样？这就是小黑瓶的那个八天奇迹，是也是小样吗？对，不知道是什么呀。直接撕就可以。八天奇迹它里面有八袋吗？对。哦、oh, ，就是你一天用一个，就这个超级好，你可以把它撕下来。哦、oh, ，大家可以看到有八个独立包装，对，一天应该一次，对对，八天是可以见证什么奇迹的呢？我也不知道。所以它这个是算是什么的赠品啊？它这就我也不知道，兰蔻的赠品吧？兰蔻的，不知道是买什么的赠品。现在再来拆一个这个。这个也是应该是兰蔻的一个赠品吧？对，哦，可能是刚才我们拆十九样是 Macy 的赠品，对，然后现在可能在拆的这些标准包兰蔻的是，应该是兰蔻的赠品，看看它是。兰蔻真的好敞亮啊！兰蔻、资生堂都是些好牌子。这个是口红吗？这是
唇膏，睫毛膏。哦，睫毛膏，睫毛膏也还行。哦，哎，这个包装我觉得我很喜欢，因为是特别特别小，对，的一个，而且睫毛膏永远都不会用没，就都会有的。哎，盒在这儿，这一袋又是个兰蔻的 sunscreen， 嗯，防晒霜，这么一小袋，大概可以用个一次，可以涂在脖子上、手上、脸上都可以，因为我脸上还是喜欢喷的。这一小支是个。眉毛的，嗯，我们拆开看一下它到底是什么样子的。看看色号怎样？啊，它是个眉笔，是这样子的眉笔，它可以用很久很久。这个削过哦，它已经削过了，它是个有点棕灰的这种颜色，我们也不能选，但是呢，反正是送的，当然是很好了。对，兰蔻的还行，虽然哦，这边还有一支，是个什么？对，那个很神奇，那个是一个睫毛 primer。睫毛是这个吗？啊，不是，眼睫毛的 prime 是这个。对，哦，先给你刷一个，然后再让你染，还是说更好的上色？不是，它就是让那个黑色的更好的 hold 在一起吧。哦，从来没有用过这个，我觉得这个我是可以尝试，虽然我不刷睫毛膏。我们在直播呢。哎，这盒子哦，它没有盒子。刚才那些应该是兰蔻的产品，就是我们每买一个，比如说兰蔻的一个小黑瓶 ，Macy 它会送19个小样，就是我们刚才拆的这个。不，19个小样的话是你要花到一定的钱，哦、对对对对对对对它才会，不是说你花1块钱它都可以。好，我们接下来看看，这个应该也是19一样的啊，也是19个小样的那些。默默的把它拆了。这个也是19个，好，记得有一套是哦。记得有一套是哦，这个也是8天电器，记得。对，这个另外一瓶小黑瓶也是给我妈买的。这个兰蔻他送的应该是一样的，全部都是一样的。你可以开始拆资生堂了。对，资生堂我还是哇，这个是什么啊？这个是那个送的7样吧？这个是资生堂的，我自己给我自己买了一套资生堂的。红腰子的套装，就是我花红�腰子的价格，但是呢130块，130刀，然后他其实买的是红腰子本身的价格，但是他除了红腰子以外，他还送了另外一些其他的小样，然后 Macy 还有送吗？还是说其他？有，因为你超过了那个送礼的金额。对，那现在这个我也不知道是 Macy 送还是资生堂送，反正就是不知道是谁送的。这个袋子首先我非常喜欢，它是个透明的，是一个化妆袋，嗯。然后这个里面是，还拿纸包哦，什么？这些 哦，这个我记得我有过，它就是一款面霜，这样子。这一款面霜你看小小的，其实它是可以用很久很久。我之前换季脸部有些敏感的时候，我就是拿这个过渡的。嗯，这个你也可以放好。然后这个啊，这个是防晒霜，这个一小支，以前我也拿到过，一小管这种。其实我个人不是特别喜欢涂抹式的防晒，因为我觉得不能涂得非常均匀吧。防晒霜一小瓶一小罐，但是还是特别实用，都是旅游套装。防晒霜，这个是什么呀 ？Eye Definer 是涂眼部的吗？对。这一小管应该是涂眼部的，可以。这一小瓶，哎，这一小瓶是什么？也是红腰子吗？对，小红腰子，小腰子，小腰子。这样子你出去的话，对啊，其实可以拿大瓶挤到小瓶里面，这多萌啊！而且是个小腰子的形状，对，特别可爱，而且特别方便。对。真的太方便了，太方便了，特别好。然后再来看一下他这一把送的，也是资生堂刚才那个里面的。看看他这次会，哦，这次送的尺寸就很大了，送到这个 cleansing foam， 对，可能是洗面奶，这么大一罐，你们可能没有办法体会到它到底多大一罐。我觉得这个可以用个半个月吧。
多少天？天天用，早晚。早晚可以的。可以。这个一瓶水又是，不知道是什么水，就是 lotion， 可能它啊、哦、就是 treatment softer， 可能就是某一种水吧，就你可以有类似于 toner 的那种水，你就拍吧，你就往里拍吧。好，这个袋子也是我特别特别喜欢的，这袋子你也可以放哈。然后呢，刚才那些也是送的啊、哦。这个是我买的，你看它上面价值130，啊，我花了130，但是买了166的东西。这个是我买的正品，里面哦，其实它里面也有送的，因为我花了130价格，只是红腰子的价格。哎，打不开，哦，打不开了。130，他买的红腰子的尺寸应该是，哦，对，应该是最大的那个尺寸的那个，哦，对，就是最大的那种尺寸的红腰子，75毫升，我花了这一个的价格，这是我买的，他其他呢又开始送了一些，也是送了一些东西。送的东西太多了。哦，这一支也是跟刚才一样，是眼部的，涂眼部的 refiner， 眼部 refiner。哇，放好多东西啊！这个是猫，你给我走开！我好不容易摆的，你给我走开，猫。这边有两有一只特别特别不乖的猫，就是它，它扔了。扔到狗那边，让他们打架去吧。这个是洗面奶，应该是洗面奶。那这个就小一点一支，但是我觉得3天肯定也够了。出去一个小周末。哦，就是刚才那个一样的，但是小一点点。啊，这个水就是特别有名的那个水，我从来没有试过这个水。我用那个，我这个已经用了3年了，超级好用。看看，哇，包装也是小型的这种水的包装，特别的可爱。好萌啊！好可爱。是玻璃的吗？它是塑料的。啊，塑料的。闻一下味道，因为我从来没有用过这种水。哎，怎么打开啊？上面直接拔。哦。哦，差一点。嗯？现在也不好闻哎。有吗？还是我闻的是手上这个味道？不是这味道，应该不是这个味道的。为什么这味道有点怪怪的？不知道哎。你等一下上楼闻我正装去。好，这个是小样，把它塞进去。刚才那些呢，都是我买红腰子，然后他送的。然后这个呢，也是我买的一个防晒，这是我买的一个。哦，当然这个好像没有送什么，因为它。但是它跟那些拼起来。哦，拼起来就是，这个就是我经常用的辣椒面儿，辣椒面儿防晒霜。为什么叫辣椒面呢？因为它喷完之后呢。它会防晒霜有一点会进到眼睛，就特别特别辣。但是我是觉得特别特别方便，因为像我这么懒的人，哎呦，因为像我这么懒的人呢，我真的是很难很懒再去涂，而且它是50的，非常方便。特别像你化了妆之后，你很难再补一层防晒，这个一喷是特别特别方便的。好，然后，哇，还有这个又不知道是什么。资生堂这个又不知道是什么送的。哦，这是你可以挑日霜、晚霜和口红的那个。哦，对对对对，这个挑了一个日霜的一个什么东西，这一大罐30毫升，这相当于是已经你买的一个东西了，跟这个后面这熊的头一样大了，特别的。这个不知道是梅西送的还是。这是资生堂送的啊，资生堂送的，很大方嘛。这边。这是一样的那个男士香水，但是它哦，这个也是香水吗？我这种包装的香水，哦，这是 Prada， 这什么东西？也是香水吧？啊，对，是个香水。它这儿也是有两个男士香水。哦，这个是个什么国家的牌子呢？
你的鞋，你的鞋，在他嘴上。没让他咬吧，那双鞋不想要了。Body cream 应该是涂身上的。哦，什么牌子啊？我不知道是不是日本的牌子，你看一下。这个就是特别。对，这就是刚刚跟那个身体，就是去角质那个牌子的。这个就是特别小气的雅顿的涂抹式的贴纸式的香水。贴纸式的香水，这我就扔了，就没什么用，用吗？也可以留着吧。这个不知道是什么 free 啊，八乘八 book， 好像是你可以给免费打几张照片。哦，这个悦木之源的眼霜，抗老眼霜，一小袋，这个不知道是谁送的，这是梅西送的。啊，这边这两个。兰蔻的眼霜的是我给我妈妈买的，这个是花钱买的，我一会儿给你们看一下对比，哪些花钱买哪些送的。然后这一袋也是男士香水，就是贴纸式涂抹式抠门式，对，抠门式的三个男士香水在这儿。好，看看，哦，这个呢又是兰蔻的那一小套，就睫毛，睫毛你给我起开，刚才我们已经拆过了，这个就是睫毛膏，这个是什么东西，然后这个是什么，就刚才已经拆过了那一袋。尼玛因为他也想出镜嘛，不要，不能让他来，他就坏了我的好事儿。对，哦，尼玛，尼玛，我去把你送去见你爸爸。这儿有一个 Thinkel， 不知道是晚霜还是什么，就这些小牌子我们都不是很熟悉，但是都愿意去尝试一下这些。这个也是悦木之源的一个晚霜，类似于这种。看看还有什么，基本上也就是这些，都是一样在重复。对，因为我们就是用我们的智慧把它能量就是最大化。这些这个呢又有一个十九个小样的，一会儿我跟他在一块理一下啊，然后就差不多了吧。是，所以以上呢就是我们这一次梅西48小时优惠的一个活动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开箱视频，我们最终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啊，当然我们这边还有一袋还没整理，但是呢可以给大家看一下。这些呢是花钱买的，这些呢还有一袋还没拆哦，是白给的，是送的，还有一些还没入境哦。所以感谢这次梅西以及各大品牌做的活动，非常感谢，谢谢。好，以上就是我们本次的开箱视频，以后还会有更多的分享，拜拜。